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今个俺家闺女生日了啊！按原来的计划来说，我现在应该给家里，本来订的是一二个礼票，然后今个给家给她过生日，结果都回来了，因为明儿还有工作。但是呢，因为一些原因回不去了，就只能给到这儿了啊！把东西给她发回去妥了。啥时候能兑现衣裳啊？本来不是说的回去了，回去。时间安排的有点紧，然后我五号领着他回去买了，就让那个谁呀，阿妹给他朋友的店里头给我们弄的，咱也没有，咱那也没有带过，我手里我都不中。这一套黑的，整套都是给客人的。这一套，应该的，都是给客人的。这一套是给琪琪的。说的是到行李箱带过去。看着都是个小闺女呢。多香。好装一坨，你今儿装了个包，回家还好分包。是你，你看那家的，他啥都不错，商家就是小客间小点是吧？嗯。叫多多的给那个桌的装个包，装个包。我用喊你，是吧？嗯，他家里装了点回家，他不一看一目了然，跟新鲜的给客里装，老出息。走。这个应该比桌要贵一点。嗯，俺闺女先多点。还加了一包，再整一包呗。这些都给了，给你们看。啊。这都装好了，也封好了，下午来给他发走。今儿我是回不去了。要俺爸爸妈去看看他，给他过过生。一会儿了我去给他买个手机。我闺女在上初中了，他学校都允许带手机了，啥时候都跟我说，他同学都有，然后给他买个，俺俩也方便联系，要不然现在联系不也不方便。走吧。嗯。给他买个华为吧，这华为怪好用的，我也用了几部了都。我也是用的华为。我买个2000多块钱的都贵，小孩的贵，上网课贵，接个大家电话不妥了。哎，就是。嗯。这样子大概2000来块钱的，就适合学生用的。啊，2000来块钱适合学生用。对对，给我家孩子。2000来块钱的话，你要不拍照的新款的话是？这一款的话，主打的就是时尚一些嘛，估计是外观的话长得非常好看，但是整体上就是轻薄，也比较不耐受，而且电池容量也比较大。先试摄像头，小闺女都臭美，先看我，拍一张好的啊，要看看，长得有点人有点丑啊，太贵，真是你给我加点个美颜都不容啊。拍照缺不了美颜呢，我也不给新人比新人，那小闺女也争气争的，前置有美颜，嗯，可以啊，脚感好看，反正他还得买手机壳，可漂亮的手机壳，这是1000多的哦。闹得2000出头啊，2900。那不3000了，那你看着，算了，你买的想给他买个差不多，那中平养老吧，好。手机也给他寄回去了，一看也寄回去了，就是人没回去，还是有点失望。失望啥？马上都过年了，还总会见到的啊。对，总会见到的。嗯。